六月八日，江西南昌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大山，说是吃素了大青葱，将化名称，他中午在食堂，但是有网友认为这是大青椒，你搞错了，朋友，不是大青葱。堂一楼就餐时，发现一位同学在饭里吃出了大青虫。大山称，那位同学比较内向，自己发现后第一时间拿出手机拍照，随后有工作人员将饭端走，并添加了那位学生的微信。后续如何处理，他并不知情。大山表示，此前已吃出老鼠头的窗口目前还在营业，但很少有学生去吃。记者联系该校核实相关情况，截至发稿，该校官网公布的多个电话均无人接听。就在今年中午，就是我前面那个同学吃饭的时候吃出了那个疑似毛毛虫嘛，两厘米左右。那个同学比较内向嘛，他当时也是被吓到的。发现的时候第一时间我就去拍照，和我拍的途中食堂有个食团，我就立刻把菜端走。那个食堂工作人员还找他谈的话，比如说给他赔偿之类的。那这个两厘米吗，朋友？你对两厘米的概念有点问题啊。到后面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现在没看到有人去他家吃了，营业是在营业，但是没有人在他家。化名称，化名称，他中午一时间拿出手机拍照。比你的拇指还长吧？这个虫子比你的拇指还长，你的拇指才两厘米吗？哎呀，这个朋友们简直是没有点概念。有网友说这是一只大青椒。